我的题目呢，就是主复活为你带来的反败为胜。主复活为你为我带来的反败为胜。复活节在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中呢，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有人说呢，如果基督教里面没有耶稣的复活，就好像我们人的身体里面没有心脏。是因为主耶稣的复活，让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变得完全跟所有的宗教不一样。直到今天，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每一年都会飞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他们特别特别要去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空坟墓。我也去过空坟墓，就是告诉我们耶稣不在里面，他已经复活了。就算我们踏进这一个空坟墓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觉得好像 有一种非常神圣的氛围在里面。就如天使告诉那些寻找耶稣的人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 Amen。 因为耶稣的复活不但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人类唯一的救赎，他也是那位将来会来到这个世界统管整个世界的万王之王。耶稣的复活也让我们信的人心中充满盼望和依靠。无论我们面对多大的动荡和混乱，我们的人生遇到多大的挫败，多大的就是忧伤，我们依然能够靠着这位永活的主，也就是复活的主，我们重新可以得到力量，得到盼望，得到依靠。 Amen。 耶稣的复活带来怎样的反败为胜呢？基本上有两方面。第一，因他的同在，能够将我们经历过的那些黑暗翻转为光明的结果。第二，因为他复活的大能，能够将我们最害怕的死亡翻转为正面的动力。 Amen。 很感恩，因为耶稣的复活带来最大的祝福就是他的同在。耶稣的复活不单是在告诉我们他已经复活了，也同时告诉我们，因为他是活着的主，因此他能够分分秒秒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人生非常需要耶稣的同在，因为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四季有春夏秋冬，我们并不会呢每一年都是春天，也有可能某些时候我们是进入寒冬。所谓寒冬，就是可能我们的生命里面呢遇到非常糟糕的事情，也许是失败，也许是某一些生命的意外，让我们觉得非常沮丧，甚至也不知道何去何从。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人生永远也不会停留在冬天，对不对？冬天过后就是
春天来到了。一样的，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记得，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是被看顾的，我们是被爱的。虽然有时候我们好像感觉不到耶稣的同在，但是他仍然像空气那样的就在我们的身边。 Amen。 你要记得，主的复活不是单单为他自己，因为主耶稣在还没钉十字架之前，他三番四次的讲过他会被钉死，但是第三天他会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就是应验了他所说的预言。但是耶稣不是为了要应验预言而复活，其实他的复活是为你，为我，为全世界的每一个人类。因为耶稣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肯定还会遇到很多的所谓的生老病死苦，包括虚空，包括失败。因此，因为他的复活也同时带来他的同在。你知道，在耶稣钉十字架断气的时候，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原来马太福音27:51是告诉我们，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殿里的幔子是指什么呢？原来这个殿里的幔子就是指呢，在圣殿那个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的那个幔子。你知道这个幔子的不像我们现在这些幔子轻飘飘的，很重的。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在耶稣断气的那个同时，这个幔子自己从上到下，怎么会从上到下呢？如果说你从下到上还有可能，因为有人撕开啊，或者有人用剪刀什么东西，从上到下肯定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介入。原来这个幔子裂开就是告诉我们，因为耶稣的死，因为耶稣的复活，从此之后神与人之间的隔绝，这条路已经打开了。因为在圣殿，这个幔子的作用呢，基本上就是把外面的人要隔开，因为幔子里面的就是约柜。这个至圣所呢，是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才能够进去的，如果谁贸贸然的进去会死在那里的。这个幔子裂开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过去人是不能够亲近这位圣洁的神，但是如今借着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这一条通天的路已经打开了，以致我们人可以去到上帝那里，上帝也可以来到我们这里。这也就是神同在、主同在的缘故。
哈利路亚，感谢主。其实耶稣的名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有神的同在，有主的同在，在我们人生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不需要惧怕，不需要觉得无助。就算我们面对极大的挫折，甚至是极大的打击，主仍然与我们同在。台湾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女主播，她也是一位畅销书的作家。她跟她先生呢是开了一家公司，是专卖苹果电脑公司的产品。她的先生是企业家，他们都有三个很乖的孩子。那这位女主播呢，被人就是给人的印象呢，就是她是一个非常乐观也是非常健谈的一个女士啊。有人说呢，她这个个性呢是遗传自她的妈妈。在人的看来，这位叫蒋雅琪的姐妹呢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小女人。但是就在大家觉得她非常幸福的时候，2012年，她那位才50出头的先生竟然被发现患了胰脏癌。也在同时候，蒋雅琪姐妹的爸爸也被医生诊断患了肝癌末期。结果呢，她的丈夫跟她的爸爸是同在一个医院，同在一个病房，一个在左边的床，一个在右边的床。正当我们的蒋姐妹呢这忙碌的就是时常要往医院里面去看顾两位病人的时候，有一天她也接到一个电话，原来她的妈妈也在睡梦中离世。就在短短的6个月的过程的里面，先生走了，爸爸走了，妈妈也走了。这真的对这位雅琪姐妹是人生中一个好像海啸那么大的打击。我相信任何人在6个月的里面面对家人一个一个的相继离去，也真的是受不了。他也是人，很多时候呢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大声哭，甚至大声地问上帝，你为何选中我。我们可以理解那是多么悲哀的事情，但是感谢神，复活的主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虽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主仍然一直在他身边。当然不久，这位姐妹也从她的悲伤中走了出来。因为在她的见证的里面呢，她一直都告诉那些听众说，
我要拒绝把自己关在这个黑暗的死巷的里面，我要靠着主再一次的站起来。其实什么叫复活你知道吗？其实复活的意思是重新站立起来。很感恩这位姐妹真的靠着主的恩典，她真的从这一个悲伤的这个阴霾的里面走了出来。但是她非常坦诚地告诉记者，告诉教会的人，也告诉媒体，甚至呢也把这件事情呢就是写在那些报刊杂志。她说我能够走出来是因为信仰的力量，是因为有一帮弟兄姐妹一直在我身边支持我，还有我三个的孩子给我非常大的鼓励。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很感恩看到我们的雅琪姐妹今天还是非常活跃的，就是呢写书，接受邀请到教会讲见证，上电视台那个广播电台，就是上杂志。听说他再结婚了，也不知道哈。无论如何感谢神，虽然我们的姐妹真的是曾经在一段像是寒冬的季节的里面，但是因为复活的主，他反败为胜。今天他的生命也鼓励了无数的人，让他们从他的生命见证里面得到鼓励和安慰。我弟兄姐妹，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的第一个祝福就是他的同在，不离不弃的同在，爱的同在，因为主的同在，就算我们在人生的黑暗时期最忧伤最挫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靠着这位爱我们的主重新得力，反败为胜。阿们吗？哈利路亚。当然这个反败为胜也是说到呢，这个过程的最后它不是悲剧，而是它是一个喜剧，它是一个祝福。不单是我们自己蒙福，也让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我们这个经历也能够蒙福，也能够得到鼓励。那第二方面，主的复活带来怎样的反败为胜呢？就是主以他的大能将我们所害怕的死亡翻转为正面的动力。当我们提到复活，肯定我们就要提到死亡，对不对？那没有死亡讲什么复活？复活就是因为曾经死亡。很可惜呢，我们华人基本上，其实也不是华人，大多数的人呢提到死亡了，总是啊觉得哎呀好像很不自在，最好不要提这个字啊，就算是门牌啊，什么电梯啊，最好不要有这个四字啊，同音这个四字啊，我们都非常忌讳的，就是不想要碰这个课题。但是朋友们，你能逃避吗？所以有人说呢，这个世界上呢，只有一件最公平的事情，公平到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就是死亡，只是迟早而已。死亡对很多人来讲，它真的是非常可怕。
什么这么可怕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死后会去哪里，尤其是我们华人，自小就听过我地狱很可怕的十八层啊，又有什么刀山啊，又有什么油锅啊，哦呦，还有那个锯啊，就喵喵喵，哎呦，哦，所以呢，哎呦，我们很害怕，哎呀。第二，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一个是害怕未知，另一个是害怕失去。想到死亡，想到就快死了，哎呦，我的家产怎么样，我的孩子怎么样，哎呦，我那些心爱的古董，哎呦，那些留下来的东西怎么样，哎呦，好不舍得哦。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死亡能够带来正面的动力。我们不是因为惧怕死亡而就等待那一天什么都不干，其实面对死亡，面对复活，我们也需要有正面的心态。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将死亡的害怕翻转成了一个正面的动力呢？那我们就要向保罗学习。那使徒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里面，整个十五章有五十八节的圣经，这五十八节的经文的里面呢，谈的都是复活，死后的复活。里面讲不单是耶稣复活了，这是我们福音里面一定要讲的，里面也讲到基督徒有一天也要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的信仰中一个我们不能够忘记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等什么呢？其实就是等待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然后在经文的里面也提到复活的身体，复活的那个状况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也提到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无论你有没有信耶稣都要复活，只是复活之后的结果是不一样。既然我们知道我们都会死，我们有一天都会复活，那我们今天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照样吃吃喝喝，游山玩水，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是不是？不是。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的人生观，不是吃吃喝喝游山玩水，最好能够环游世界 一次啊，死而无憾也。这不是基督徒的人生观。因为保罗就在五十六到五十八节说，他说死的毒钩就是罪。因为人为什么会死呢？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他说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为什么讲所以呢？因为前面所讲的复活，基督复活了，我们也要复活，有一天我们也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
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信息的重点不是我们只是相信耶稣复活就够了，也不是我们只是相信我们也要复活就够了。 No， 信息的重点就是既然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那我们要做好准备。就如我前几个礼拜的信息所讲的，死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因为死后我们还要面对我们的主，要来到这个基督的审判台前，而我们今天就要做好这个准备。那怎么样准备呢？就是我们要在信仰上要有追求，这个追求是为了成长，我们也要在我们的信仰上要有服侍，而且要竭力服侍。在信仰上要追求成长，就是保罗所说的务要坚固不可摇动，是因为如果你不坚持的话，很多工作的事、你的事、家的事、事业的事会渐渐地吞吃我们这一颗追求的心，我们也会很容易不知不觉地把这一个追求成长的心放在一边，而让很多娱乐啦、宴乐啦、赚钱啦等等的事情很快就掩盖了。所以保罗说务要坚固不可摇动，你要坚持，你要把它放在你生命中的优先次序，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也就是服侍。服侍不只是在教会而已，其实服侍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服侍，我们做的所有一切好的事情都是一个服侍。我们照顾孩子，我们照顾老人家，我们做生意诚实可靠，我们上班也是非常的尽职，我们做老板也会善待员工等等等等等等，都是服侍。所有为耶稣做的大事小事都是叫服侍。基督徒的人生基本上就是一个服侍的人生，我们对主的赞美敬拜是一个服侍，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我们为人祷告、我们帮助人是一个服侍，我们在小组也好，在主日好，所有被安排的那些工作都是服侍。保罗说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讲得很清楚，服侍可能很多时候都是非常劳苦的，要付代价，要花时间，对不对？尤其是在 MCU 期间还要冒险的嘞，搞不好会被中啊呀！但是保罗说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不是无谓的，不是浪费的，不是吃亏的，而是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信仰，特别是对我们有一天离开世界之后，我们要复活、我们要建筑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 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在今天这个复活节，我给大家的鼓励跟劝勉就是继续的信靠这位复活的主，继续的让他的复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人生中正好面对着好像进入冬天这个季节，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也不要觉得孤单，也不要觉得好像上帝离开了我们。 No， 你要相信主会让你反败为胜的，主会给你力量的，主一定会让你这一段时间过了之后，你回头看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会充满感恩和赞美的。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依靠主复活的大能，继续的在信仰上坚持追求成长，还有呢就是尽量的就是在各方面用心去服侍我们的主。 Amen， 哈利路亚。这就是主的复活带给我们的反败为胜。我知道今天可能在我们当中也有还没信主的朋友，无论在现场或者在线上，你听了这个信息，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基督徒所相信的那位耶稣，他不是一个宗教人物那么简单，他是一位复活的主。原来这位复活的主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整个生命是那么的重要的。因为耶稣的复活，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会陪伴我们，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是的，主耶稣今天呼唤我们在场的那些还没信主的朋友，主耶稣在敲你的心门，主耶稣在问你，你要不要来跟从我，你要不要来相信我，你要不要让我带领你的人生，让你进入丰盛，让你进入我的同在里面。朋友们，你愿不愿意这个时候回应耶稣的呼召，就是对耶稣说，耶稣，我愿意，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跟从你。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按照我所提供的这一个邀请耶稣、接受耶稣、跟从耶稣的祷告，你重复这个祷告就可以了。但是你必须要用声音来告诉耶稣。让我们预备好吗？来，我带着你吧。来，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爱我，差派主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赦免我的罪，并让我得到永生，成为上帝的儿女。求圣灵住在我心中，帮助我透过祷告和遵循你圣经的教导，经历你复活的奇妙大能，在我的生命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恭喜你，如果你刚刚也做了这个祷告呢，那你就是已经开始呢就是跟随耶稣了。但是我们知道呢，跟随耶稣呢不只是做祷告，还有很多圣经的真理呢你需要了解。因此呢，我鼓励你呢把你的电话、你的姓名呢留在我们所提供的这个二维码，以致呢我们可以继续的
帮助你哈，跟进你，联络你，帮助你继续的更多的去认识这位爱你的耶稣。 Amen， 哈利路亚。哦，现在是基督徒了。基督徒，我今天有三个祷告哈，就是需要你回应的哈。第一个就是你的生命是否就在现在仍然是好像在寒冬的过程中，你非常需要耶稣的同在，你是否愿意这个时候呢，让耶稣进入你的处境，让耶稣陪伴你走过这一段所谓的黑暗过程？你是否愿意让耶稣将你这一些看起来是很挫败的事情，很挑战的事情翻转，成为有一天你能够看到光明，你能够看到祝福的结果呢？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在你的座位上或者在线上举起你的手，你告诉主吧，你告诉他你现在的情况是怎样，你跟他说我需要主你复活的大能和同在陪伴我，我需要你让我这一段黑暗的过程有一天被翻转，也成为一个充满祝福和恩典的结果。是的，告诉他吧，告诉他吧，他正在垂听，不要灰心，不要丧胆，告诉他吧，告诉他吧。主耶稣，谢谢你，求你就在这个时候垂听每一个呼求，就让你的复活进入他们的处境，进入他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要宣告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虽然这个时候好像是走过一段比较黑暗的过程，但是有一天主你将会帮助他们反败为胜。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第二就是你听了刚才保罗所讲的事情，你是否愿意重新的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请他给你力量，帮助你能够在死亡还没来到之前，复活还没发生之前，你能够有力量，就是更多的为了成长，为了服侍而求主给你力量。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告诉耶稣，耶稣我愿意，求你给我力量帮助我。是的，跟耶稣讲你愿意把剩下的年日好好的会在信仰上服事上好好的追求，好好的尽心尽力。是的，是的，主耶稣谢谢你，你已经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主啊，是的，你已经听到他们的祷告。是的，求你就把这个复活的大能就是放在他们的心里面，成为动力，帮助他们就是在有生的年日，他们都会在信仰上还有在他们的服事上继续的成长和坚固。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最后，你是否需要主复活的大能为你成就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难处？比方说可能有些人拖欠你太多的钱，你要把它收回来，也可能你欠债累累，
你需要神的恩典，或者是你身上的一些疾病，事业上的一些难处，家庭里面的一些关系，你需要主复活的大能来帮助你的。如果你需要的话，向主呼求吧，你告诉他，主啊，这是我的问题，这是我的挑战，这是我的困难，主啊，我需要你复活的主啊，帮助我。是的，主啊，你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线上还是现场的。是的，主啊，向他们吹气，也伸出你 的大能帮助他们，让有一天我们能够听到他们见证说，感谢复活的主，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哈利路亚，阿门。